而且这个地方我看外观，它有点像是一个废弃的工厂，那里面搞不好有废弃的宿舍。听闻之前有一个这个女学生，哦，女学生，哦，因为她这边废弃很久了，保守估计应该是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又可能四十几年以上。可是到底几年，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你看起来我像中介吗？对不对？那听闻有一个女生哦，听说是女学生，那有人说是一名妇人哦，这个很多年前的哦，曾经在这边，她废弃之前哦，这家工厂哦，她在这边。他就是当场在里面，那那时候有没有公司的人，那工厂的人啊，员工啊，一打开门开，靠背唰几跌啦，他直接活生生掉在那边，所有员工都受宠若惊，受惊若宠，都要去收惊。那哥姐，我跟你们讲哦，这个地方小静没有来过，我看外观，我跟你讲，它外观全部都杂草丛生，所有的树木都掩盖这个工厂，让它永不见天日。今天，小静即将带向哥姐进入这一家。曾经的命很暗的现场，今天小姐会遇到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哥姐赶紧入座了。好了，哥姐，我跟你讲，我没有办法拍到他外面哦，所以我只能在外观不太能拍，所以我听说他的进去的入口在这里，稍微开小灯一下。啊，哎呦，靠背啊，被叮，这边好多蚊子哦。而且要经过一片田啊，田中央，你知道吗？我飘向北方，别啊，这边有个洞，而且这边有个洞，这边好像可以进去。干你姑！我操，你那边撞头啊！拍手要打扰一下。啊，应该是这边，记得没错。有仙人指点，哇靠，这怎么慢走啊？哇靠！哇塞！哇，我穿短裤呢！哇，干哥姐，哪有人太远穿短裤了？我历史第一名。他跟他往里面走，因为我来的时候我观察一下他的地形。没错，哥姐，我可能来到他的货柜屋了。哎，好像下雨了呢！我操，哥姐，你们那边有下雨吗？跌下跌下，看我被什么东西咬！啊，原来是被蚊子咬。嗡嗡嗡嗡嗡嗡！干哥姐，我们到了，我们到了这个工厂外面。哥姐，你讲话哎！看你们家里没有在讲话吗？哥姐，他给我阿鲁巴，来吃大自然的阿鲁巴，让我紧拍些。宝贝，哥姐，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操！我靠！哥姐，你们刚好听到人家讲话吗？我不知道是我干幻听呢。哥姐，你看有听到？为什么这边那么凉啊？这边有水。哥姐，我帮你们眼睛擦一下，哥姐眼睛闭闭啊。有水哦，进水了。哥姐脑子进水了。等一下，你们刚刚有听到这个有人讲话的？可以再说一次故事吗？我刚刚没听到。啊，你为什么不早点进来啊？少林带我今天那个来，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早点进来？我今天那个来，对不对？你们塞的，要我重新讲一次卖孝心啦。等下重新给我看回播。啊，不好意思，我等下要三播。啊，同学，同学。干什么？蚊子很多哎！拍谁哦？哎呦，那啥小啊！
给人偷看是不是？有人偷看是？还是你在上面挖？哎呦，靠腰啊！虽然外面下雨，靠腰，他有必要在里面撑伞吗？他这边呢是一家废弃的工厂，那听说这边有宿舍，那之前有发生过一名女子。还是妇人，听说是女学生，为很多年前的事，有在里面发现她掉在某个地方，哦，不能讲太明显。哎呦，这边还有这个人，我、哦、这边好臭，臭领带，好臭。开始哦，蓝小姐在里面吗？哥姐，我跟你讲，之前有一个人，就是有个女生，她喜欢住在水塔里面，我不知道是谁。那我听粉丝说她姓蓝的、啊，你们知道这梗吗？操，不要开玩笑了，靠，这有点地狱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有点地狱、啊，拍嘴拍嘴拍嘴，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好像她听不懂中文。好了，哥姐，我们差不多进去，我们去后面看一下。还是要来对五郎吗？靠背啊！感觉听到婴儿的哭声吗？看我是不是听错了？我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在后面可以走吗？好像后面没路。哎，有蛇！这什么东西？轮胎啦，蛇！哥姐，你们眼干是吧？有没有吃幽精酿还是叶黄素？对不对？还是把丢叉的？超灵胎啊！哎呀！欣赏男生，我跟你讲，你再不运动啊！在整天吃吃喝喝啊，大鱼大肉啊，在整天喝酒啊，我跟你讲，你看到没？在暗示你的啦，哥姐在暗示了，有没有看到？对不对？有没有吃小鸡的保健食品？没有吃，我跟你讲，差不多了啦。你知道在滴了，你知不知道？在滴了，好不好？炮口已经双管齐下了，你知道吗？哎，有蛇！同样的梗，再用第二次已经是不好笑了，拜托一下。好，我们怎么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小鸡要在外面一直待吗？因为感觉这里不大，你知道吗？哥姐，借我拖一下，借我拖一下，那边拖几滴。而且这里面感觉空空的呢。傻小啊！有了吗？里面怎么有电话、啊？等一下，刚才还有电呢、啊。哎呦，哎、欸，拍摄来电五郎吗？不好意思哦，昨天已经做过扣印的节目了，你今天不是扣印的、啊，拜托一下，你记错时间，那是礼拜五在 TikTok， 在抖音。我今天礼拜六在脸书探险，拜托一下，你要call in在昨天好不好？每个礼拜五好不好？晚间。可是你没有听到吗？我讲真的。可是我跟你讲，那个电话我跟你讲，100%是里面的声音，因为我在现场我听了1000多次，我不知道你们在直播前听的那感觉是怎样。我想跟线上的粉丝讲一下，今天是小鸡的探险日，不是call in日，那是昨天你被塞了，哥你不要再打进来了，好不好？我真给你们气死掉，这是你们打的，你们这些小坏蛋，哥你不要再打电话进来了啦，那昨天啊，靠腰，他好像不让我去过青木园的哦，你从那边进去好了，等一下我讲真的，有人吗？我讲真的，那个电话声真的从里面传来的。好妖！
我怎么感觉那个衣服在动啊？哦哟，拍谁哦？给我们进去哦。感觉自己不会进赛啊，要我陪是不是？你们会怕是不是？对不对？会怕着讲吗？哎，这边是他们以前的办公室哎。而且哥子，我跟你们讲哦，他这是他们以前的办公室，对不对？那以前他们老板就要求说，他们坐在这边员工，因为我跟你讲，我之前听说他们在这边上班办公室，对不对？那员工常常会头痛，我不知道是因为磁场的关系，还是影响到什么。他就是员工常常在头痛，那他们老板要求他们在上班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拜拜，然后可能是这边的一些好兄弟怎样怎样，因为他后面是坟墓，你知道吗？那他老板就是他们叫他在他们上班的时候要做两件事，一件是拜拜，就是宁可信其有嘛，因为他们每个员工在头痛。第二件事就是他老板会叫他喝这个 K 红霞武器武爱大气欧嘎爱林 K。红霞，这些超灵呆啊！上班一般会头痛，那是你身体出问题，好不好？拜托我下去看医生，还给你好兄弟磁场影响，里面直接塞了。超灰他可是为什么上就看红霞？五爱大气欧嘎看红霞。而且为什么他这个稍微的他雨伞都打开的呢，好像不能在室内开伞对不对？哦，而且他这间公司的老板真的很贴心哦，因为他们之前有装冷气嘛，在这边，那装冷气的话，在室内的空间如果太小的话，他那个循环不好，然后他们有帮他装个电扇，这个电扇我觉得蛮就是在20年前，因为你看一下这个。我刚有看到2001年的哦，民国90年的，这边飞机20几年了，所以他们老板有帮他们装一个这个电扇，这个电扇当时要装一只10几万，真的蛮贵的。你看这只电扇真是蛮特别的呢，吹起来不知道是感觉怎样，会不会里面有龙卷风出现啊？超灰，那这电扇怎么吹？哥姐，你觉得这吹这个电扇你会凉是不是？我心很凉啊。不只是给红霞，还有痛天灵，痛天灵啊！还是有来第五了吗？看狗在叫了呢。这是民国2001啊，隔界真的飞机20年了。2001年到现在应该是已经30年了，差不多啊。还是有。它是有楼梯耶，看它咋小啊，很卡噻，感觉会卡吗？看你故意留这一段线耶，超灰，它那狗一直叫。哥姐，我直接断线了，好奇怪啊！超伟大，怎么会这样子？哎呀，靠背啊，真的是超伟大！哥姐，我超伟大，我从来很少这样断线，对不对？我直接断线嘞，怎么那么奇怪？看松脑筋嘞，而且我开始耳鸣嘞，很奇怪。这边是哪里啊？拍谁哟？来第五座了。叠来叠吧，而且哥姐，你看一下这个的冰箱，阿嬷实习的，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会有这种冰箱吗？现在都嘛是Panasonic，对不对？
这还好，我以为冰箱都有那个味道，我觉得还好，这还好，这应该还好。哎呦我个雕！臭妖啊！我这谁的阴毛还没戳几点？原来是那个。靠腰啊！这个是要过去。来来来，我自己过去一下。哎！我靠！可见我们直接越过山丘。我操！你看那个时间，永远停在这6:30的左右。所以那时候他们6:30就发生一些事情了，你知道吗？可惜不要开玩笑。还谁哦？这个货柜怎么做成红色？那个来噻，我看一下，来这有人吗？有人吗？我超过林丹，有人在红色那个来的货柜超过他看电视嘞。他这里面不知道怎么进去，可见你们自己进去啊，因为我不方便进去啊，因为我。本身重带进去，你们自己进去看。有看到吗？其实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哦？可是有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操！回他隔些不要看我，看里面好不好？拜托一下，我知道我剪发型，我换发型了。你们会对我的发型产生一些性幻想，但是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救救我好不好？可以救我出去吗？不要开玩笑，对不对？真的很幽默呢。开始了，你看，蜘蛛网有没有？可以看到蜘蛛网吗？这扇门已经很久没人打开了。哎谁哟？我唔知呀。你这扇门很久没人打开，你也不跟我讲。我哪知道一打开就以后不会有人再开？我唔知呀，我真正唔知呀，靠腰啊！这扇门是啥小啦？可是我没有常常这样啊，奇怪，我截止啊，那样的。靠背啦！我操你的，我才刚开播呢。好像没有去日本店拆。哎呦，哎，这是外面，可是这外面是哪？我通往哪里的？排水哦，你这个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不好？冤有头债有主，你这个门真的是白蚁吃的，哦，白蚁把你的门这样吃坏掉的，哦，你吃派去啊，是白蚁，把你吃派去，不是我。臭味道！哎，可是这条路通往哪里呀？靠北。哎，这个怎么跟刚才那一样啊？看我们他就，哎，哎，哥姐，怎么面熟？我们来到第二个地方哦，哥姐，我们在平行时空是不是？对不对？哎，他这边有那个雨伞呢，给我绕了一圈，金剑无恙了哟，对不对？靠北，拍谁哦？有人吗？哎靠！喂，我操！靠腰啊！哎，有人吗？哎，可惜我跟你讲。那雨伞不是放桌上吗？我操林奈，可是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去动它。我讲真的，我操回它，我刚进来。看下雨了，下雨了。靠边，下雨了，下雨了。可是下雨了，我操。我卡一支
欸，他又叽叽叽，你娘啊，这边是卖雨伞的，是不是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惜可以去看上一个直播哦。那个雨伞，我跟你讲，它原本是放桌上的。我跟你讲，因为该断线，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有点，我有点跳到黄河洗不清，因为一定会有人说我断线的时候去弄。但是我跟你讲，小鸡之前，因为我很少断线的，小鸡之前没有断线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我跟你讲，如果我看这真的不是我用的，真的不是我用的。感觉有人在吗？因为楼上有电话响的。欸，有手印欸，这个是有来搬过的痕迹欸。烤箱，有人吗？这可是我跟你那雨伞刚刚在放桌上啊，我看。可是我跟你讲，你能用一个方法来辨别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刚刚我们开场那个地方？有一个方法可以辨别，你们知道什么方法吗？我讲真的，就是看他们的电风扇，他电风扇是光头啊！刚刚那个也是光头，那又卡。看我一进就卡，可惜他真的不让我拍呢。我觉得他这个雨伞出现是想警告我呢。哎，拍谁？靠背啊！他不让我拍啊，可惜怎么办？可惜现在还会卡吗？他真的不让我拍呢。看最近都这样子，我在 TikTok 也会卡，可是我真的是5G 满格，我讲实话。然后。粉砖也会卡，现在是怎样？跟我作对不去是不是？他知道我去青木原树海，他觉得我气场很强大，他不想让我进来。那我进去一下下好不好？可不可以让我进去一下下就好？他不想让我进来。那我进去一下下好不好？他真的不让我进去啊！操！可是我想进去呢。哎，拍谁哦？吼，赶紧叫到起嘞！你让我进去一下下就好，好不好？我进去一点点就好了，拜托。有人吗？可惜我进去试拍看看。这个地方我拍过了，但是那个雨伞很离奇的，他从那边直接移过来这边，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上吊的那个人不想让我拍。拍谁？我给你叫了，有人吗？看，看那瓷砖呢？我该被瓷砖割到。这什么时候收报纸？87年啊！可是我想问你们哦，你们刚有听到电话声的哥姐帮我刷爱心，我讲真的，电话声是不是从楼上传来的？电话声是不是从楼上传来的？有绳子啊！看这绳子很粗嘞，超灵呆，这不是上吊的绳啊，靠腰啊！你以为用这个上吊绳来上吊？这是拔河绳啊，靠！搞不好他们工厂的员工有时候在这无聊来那玩，一二三，一二三，拔河嘛，对不对？不要看到上吊绳就这么敏感嘛，麻绳啊！不好意思哦，我来这边取景拍一下直播。有打扰到你们的话，这边跟你说声，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哦，有人在吗？
哎，我操，回答。靠我腰啊，可姐超回答，麻烦叫你老公的，麻烦叫你老公不要三不五时出来飞来飞去好不好？真的有一天会被你老公吓死的，几乎啊，拍谁哦？哎，他们这个工厂以前做凸轮轴的呢，对不对？一支一支的点。可惜这不是脚步声啊，这个是雨声啊，你被塞了。因为这边是军校，是不是？可惜是在叫脚步声，好不好？因为这边是军校，是啊，给你气死。好了，可惜我们准备要上去喽。那个楼梯上去就会今天带我们去找到那个答案，因为我跟你讲，我们从外面的时候就听到楼上有电话声，这个电话声我觉得那个铃声跟之前就是早期间的电话声我觉得有点吻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有点像勾扎鼻的电话虾。哎，葛姐，真的飞机30年了，2000年的这个日历。哎，台北，哎呦，错位了，拍到地址。有住台北的葛姐吗？不要，哎，你不要再飞了，好不好，姐夫？冷静，冷静，冷静。你有今天有是马卡赛？哎，你不要站我头上了，不要拉屎哦，好不好？哎呦，靠，葛姐赶紧走吧，等下踹才踹到我头上。等一下我头上就有你老公的胶啊，几乎晒，不是胶晒，是几乎晒，不要开玩笑。靠呀，而且楼上有在叫啊！走开，不要挡路好不好？我上去挡在那边。楼上有人在吗？干，我其实有点紧张。哎呀，可姐有没有看到？刚有人说衣服消失了，那衣服还在那边呢。靠！哎呀，五郎吗？靠！哎呀，靠！要我的脚，靠！背我的脚，等一下，看我的脚，我脚刚才进那个玻璃，呆的。哎，有人在吗？你不要这样开玩笑好不好？我差点给你丢到呢，你紧拍心呢。哎，真的要看到我头纱。你真的把我头给砍下去，你要真的拍带去啊？有人吗？看，拍谁哦？是日本那个阿伯吗？靠腰哥，差从日本跟我回来台湾哦。那个日本那个阿婆从台湾的黄金帝国跟我到日本又回来台湾弄我，是不是？超林呆，英文不算呢。
雨滴到铁屋里面的声音哦，哥姐不要给我睡，我知道这个声音很想睡，你不要给我睡试试看，你别在里面变戏变喵，你赶紧别困。哥姐，我想真的，我刚才真的差点给他砸到呢，是铁丝哦，是铁丝。靠一下，我看，我看鞋子进玻璃啊，跑的时候进玻璃啊。有点紧张，我超伟大。有人吗？可能啊，格姐，如果有人，我们会听到脚步声啊。格姐，我跟你讲哦，刚刚有一个白痴直播主在下面开播，你们知道吗？真的，刚刚如果我在半小时前先站上来的话，你会拍到一个楼下一个白痴直播主在那边看的，都很有关系的，跟他身子鬼鬼祟祟。哎，那边有张床哎。有张床啊，是多久的？2022年7月10，哎，靠腰，这有住人呢！吴老板，靠背啊，那袋子飞在那，可是那袋子超灵，袋怎么会腾空啊？可见他袋子腾空啊，半小时前不是小鸡吗？可见我现在很紧张，拜托一下，你还在给我搞幽默是啊？幽默感 OK，humor 幽默感 OK。这一定有人睡在这边，然后他据电线为生，然后卖电线。这之前有人睡在这里，超灵台这边发生过一个案子，超伟大，他睡在这边。哥姐，我跟你讲，他睡在这边没关系，他还在边给我煮电锅来吃吧。对对。夜纱啦，可是他的衣服啦，超灵呆，因为鞋子有点脏，就差就差一下。哦，我操！哎，真的有人住这哎！你看这一堆烟蒂，葛姐她真的是有股伤心往事呢，不然怎么会？分一支一支的灯，痛听恁一罐一罐的打，越喝越头痛，超会打。这应该有人住在这里啊，他会住在这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住这呢，不然他怎么会跟我丢椅子？有人吗？阿伯，你的那个外套已经出卖你的性别了，你是阿伯对不对？女生不会穿那个外套。你身上那个味道很怂，不要开玩笑。阿北是你吗？哎，你不要给我丢椅子好不好？我拍影片你不欢迎我可以讲，但是没有用，我会继续拍。有人吗？兰博，哎，雨伞呢？靠腰，对啊，雨伞呢？哥姐，我们是不是在这边看到雨伞？对的，雨伞呢？是阿北的书桌是不是？可是阿北有空没空在那边看书是不是？靠！哎、欸，谁？有人吗？我看到椅子一个人影走过去。
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怕他是被阿伯出来，你知道吗？哎呀，别拍死哦！你别搞我塞塞行爹，好不好？好不好？我好好跟你讲，你别这么生气啦！如果你人在里面的话，你出声音，你敲那个铁。我就走好不好？他真的敲欸，靠北啊，他真的在里面啊！你有听到吗？看那个真的是人丢下来的那个椅子，他应该是头很痛，在跌铃痛跳铃超铃带。我跟你讲，雨伞在这边，我们在楼下看到的时候。雨伞是在悬挂在这边，但是它补上来，它不见了。而且你看，这边是什么？而且柯宪，我跟你讲，他那个头痛的时候，他喝痛跳灵，对不对？他这喝痛跳灵还没有办法止痛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棉花棒挖耳朵，你知道吗？好像比较舒服一点，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多棉花棒？这百思不得其解，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我真不能看你。啊，有人在吗？而且我跟你讲，你看有听那个敲声的，可是有打药。有听那个敲声的，可是有打药。哎，是卡了是不是啊？可是我这边会卡呢。可是会卡吗？会卡的，可是打会，不会打不会。可是让我知道一下，会卡的哥，不会卡的哥姐帮我刷赞，会卡的哥姐帮我刷一起。可他这次不让我拍呢，因为我感觉雾雾的，卡卡的雾雾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隔间会不会卡会雾啊？哎，奇怪，隔间，你以为你这样拉风是不是？你以为你戴墨镜随便都可以变成韩国欧巴吗？对不对？你是韩国锅巴啦，欧巴戴眼镜就以为你是韩流是不是？对不对？哎，不要开玩笑，这老梗了、啊，想说无聊弄一下。五了吗？哎呦！哎，你没有椅子啊？可是你没有椅子啊？有人吗？我以为这是飞行，我以为这是腾空的，结果不是。Sorry 的。阿伯，来，你家弟弟来得不？那么好，超威啦！喝到一半超连，喝了太痛，还喝痛掉了。你看，我怕里面有住人呢、欸。有人吗？阿北，我拍影片而已，有人在吗？紧张啊！因为他给丢椅子下来，我操！回答，哎、欸，
阿伯，你在里面吗？阿伯，快去拍水哦，我被吓到。那个电话在里面，那个电话在里面。阿伯，不好意思，如果今天打扰你，这边跟你说声抱歉，好不好？我如果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买100罐通泰林给你，好不好？拜托，因为听说你喜欢喝，像现在哥有些喜欢喝50兰，或者是清新之类的。那阿伯，我觉得你也蛮特别喜欢喝通泰林，通泰林很贵呢，几罐卡大大罐卡贵呢，你也蛮会喝的，蛮识货的啦。阿伯拍谁哦，好不好？阿伯，如果下一次我再带这个通跳灵一箱来给你喝，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出点声音好不好？我操！他真的在里面哎，靠腰啊！阿伯，阿伯拍谁哦？哥姐，你觉得里面有人吗？哥姐觉得里面有人的哥姐刷赞，觉得没有人的哥姐刷爱心。我也喜欢清新。哥姐，我真的有时候太紧会跳到心脏病发作，我那个是比喻嘛，对不对？我那个是比喻，拜托一下，你喜欢清新草灵丹，那你就去买一杯来喝好不好？我在很远的地方，我没有买给你好不好？我当然知道你喜欢清新啦、啊，草灵丹那阿伯喜欢喝通天灵，哥姐那是比喻啦。拍谁？我打扰一下。哥姐，我要开喽。3、2、1。哎，等会他还有椅子哎，他还有椅子哎。好，哎呀。不好意思哦，有人在吗？欸，我操！阿伯，不要关门，我还没拍。有人在吗？阿伯，对不起哦。看雨山在这线啊，可是他当初是在那边绑绳子的啊，这边没有地方可以绑啊。有人吗？知道是这个是当时他的房间。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雨伞？看怎么会把？可姐怎么会在室内把雨伞开成这样啊？你不觉得很好奇吗？然后你看她当时的手表在那边，有看她当时的手表吗？她挂在哪里？上回答了，有人吗？五郎吗？敢他在里面，他遗嘱里面。哎、欸，阿伯，哎、欸，你在里面吗？
阿贝，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有人在里面吗？啊！我操，回答傻小啊，靠腰啊，拍谁？我去过青木园。阿贝，你这样吓不到我，我去过青木园。没人，隔间没人，超伟大。刚刚这个遗嘱门在动，有看到那隔间摔一些，有看到吗？隔间，你看我看到这遗嘱在门在动吗？这雨伞谁挂成这样啊？挂成这样，装神弄鬼啥啦？阿北，你在伞底下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北，做个访问啊。阿北，拍谁哦？好，做个访问，你在伞底下，请问一下，你坐在这边多长时间？阿北，我往访问一下，为什么在室内你要开伞撑在这边呢？阿北，我问一下。哦，是这样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本身我去过青木园树海，那请问一下阿北，你觉得我这样进来打扰你，你觉得会不会不太礼貌 ？OK OK， 隔壁阿北说不会礼貌了，他很高兴说，已经很久没有来看看他了。哦，他跟我讲说，他撑这个雨伞呢是在欢迎我啦。哎呀，他刚才把这个门关起来，想说太兴奋了，谢谢我到来。而且我跟你讲，他阿伯以前讲真的，那个阿伯，阿伯你说什么？阿伯你等一下。OK OK， 好 ，OK OK OK， 好 OK， 好。那阿伯说他以前在这一带很燥啦，哎呀，以前吃风唤雨这边。很燥，然后以前人家他的外号叫太子龙，真的，他的外号叫太子龙，以前都人家都叫他太子，真的啊，可见以我在开玩笑是不是？那阿北真的超灵呆，那个是铁块啦，但是不是铁块，那是猫嘞，可见你们眼巴就差点噻。那阿北叫太子龙啊，因为他说这一代他很燥，真的，他的名字，你们问我为什么知道他名字？因为阿北在伞下嘛，对不对？龙哥，不好意思，打扰了，好不好？龙哥，我先走了。龙哥，不好意思哦，如果今天有打扰到龙哥的话，这边跟你说声抱歉。好，龙哥，我拍影片而已，希望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意思，龙哥，不好意思哦。哎，对呀，隔壁超回答，这里不是超回答。哎，靠腰啊！隔壁拍谁啊？我这边有遗照，你不敢看的隔壁先不要看哦。我觉得可能。那个阿伯当时在这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遗照啊，好不好？隔间先不要看，好不好？先不要看，好不好？你不敢看，先不要看哦。阿伯的遗照在这，他可能当时这应该是他的座位，他最喜欢的座位就是，然后他这是他的遗照。哎呀，这应该是他的遗照吧？对不对？阿伯那时候的发型也是蛮前卫的啊。你看。隔间是有老人家才会用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可是这边的故事不是女生吗？操，为什么变阿伯啊？靠腰，真长阿伯。哎，对啊，隔间电话铃声哪里来的？哎呦，靠，恶心哦！你看，隔间赵伟达，这会不会是爱情酿的酒啊？靠呀，好刺鼻哦！八十四年就废弃了，可惜这边八十四年就废弃了。隔间没有电话声呢，电话嘞？我操！你家客厅怎么会有马桶？隔间我真的找不到电话呢，真的没有电话声啊！
我们去别的地方走。不要挡好不好？我以为有人拉线呢，操的！哎，这里面还有一间办公室哎，这里面还有一间办公室，哥姐，我们要进去吗？还有一间办公室啊！哎，操！回到这刚刚阿北那一间了，被塞了。这里有一间办公室，那办公室。可是我没有看到电话声呢，哥姐怎么办？真的没电话啊！我这个那一间全部找过了，没电话。这里不可能有电话啦，而且这没电呢。这里怎么可能有电？真的没电啊！真的，我这里没有找干净，我再去找一下。我不相信超威他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地方没电话有电话声？难不成那是阿北的叫床声？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唯一的，我跟你讲，哥姐，唯一的答案就是那个楼梯，那个楼梯底下不知道往哪边的。我们下去一下，我们下去一下。啊，这个是哪？干，我爸下去没有收讯呢。一楼电梯旁边。没有啊，这边就刚哎，这边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啊。没有错的，那个医生怪怪的。哎，真的没电话哎，可惜我们绕一圈出来了，真的没电话哎。不信，超灵带，你别再上去一次。阿伯，我又来了。阿伯，我又来了。阿伯，可是我从头到尾找了超伟丹那椅子，到底谁丢了？小鸡真的好勇敢，自己来探险。哪有什么闹？还有闹啥啦？要上班啦？闹啥的物件？对不？小寡代志啦，咱讲真的啦。对，我们是无识识。对了，你那个开始，你识识手机遮久，你讲这款话是要上班啊？别客气啦，好不好？我尽力啊，尽力一个啦，好不好？爱食泡菜无？有食我的泡菜无？没有啊，可有真找不到。哥姐，哥姐，我真的找不到那个电话声啊。还是你们要空拍？空拍那电话声到底会不会出现？要不要？觉得要的可以打要。可是我真的找不到电话声了，臭灵呆！啊，真的找不到电话声了，臭灵呆！我已经全速找过了，那电话声臭灵呆就不见。哥姐，别假看麦啦，拜托一个啦，拜托一个，好不好？试试看小鸡的泡菜。靠家，傻小啊，靠别！
隔天你把酒洗擦了你啊啦，衣服在这啦，刚刚臭脸的很紧张，一堆隔天顺便刷衣服嘞，衣服嘞，衣服嘞，衣服在这里啦，衣服嘞，那电话嘞，电话真的不知道在哪啦，刚才赶我走了啦。阿伯打电话来订泡菜哦。阿伯要上班啦，阿伯爱吃我的泡菜无？哎呀，你接到电话，接到电话号码我就知影啦。才高工了，对无？阿伯才高工，你要错一个，拍电话来甲我吓惊。我廖顺讲少林，乃是啥人？我阮廖顺讲有人咧偷笑咧，偷笑咧，错赛。那是阿伯要订泡菜哦。可是真的没有啊，我刚才听声音是这边传来的呢，可是声音是这边传来的，奇怪了嘞，怪了个去啊，真的不见了呢。电话在刚刚上楼那边，哪边啊？没有啊，没有，我后面碰到电话，你们神经病发作。给你看我后面碰到电话，没有啦。哎，操你们看我这出气呀、啊！没有电话啦，没有电话，超回答，没有电话。没有电话啊，这是另外一只手电筒。哦，这是我大便的卫生纸，这个是那个针啊，这个针就是那个电话卡的针啊，这是笔啊，因为有时候粉丝来找我要签名，我真的很伤脑筋。然后这是那个房间，没有电话，操，这是神经病，然后操，我的电话在我后背包，这一边是太多，真要走了，啊，别拍谁哦，好、哦、打扰了。电话在楼梯那边，哪里？隔间一楼哪里？哎呦，我真没看到嘞！对，哪里？哪边？哪边啊？没有，我是真的没看到，没关系，你们有看到，跟我讲一下。哪边啊？电话在一楼楼梯口，哪边啊？那边吗？是那个吗？在哪边啊？哥哥电话在哪边？一楼楼梯口，这个吗？这不是啊。那个电话声是很勾扎勾扎多勾扎鼻一块，一楼的楼梯口哪边啊？不是啊，那边是哪边啊？地上白色，隔间是一楼还是二楼？隔间那电话是在一楼，一楼打一楼，二楼打二楼。看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因为就岔起来。是这个吗？宝丽龙啊，隔间，你们有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宝丽龙啊，脚地上。哦，这个是不是？今天是不是这个？是的，刷新。今天是不是这个？是的，帅气。拍谁有来这五郎吗？
干哦。操你娘，我看到了啦，你才眼干呢，没差几滴啊，哥爷，眼干我看到了，好不好？气死人了。哎，哥姐，你们眼睛真的很厉耶，超会搭，像哥姐超会搭。你老公老婆不能做坏事，不然一下被你抓到，不然电话我都没看到，眼睛那么大，我都没看到，你们都看得到，对不对？哎，可是重点是他通话的地方，不对啊，他通话的地方不见，他怎么想？那个电话没有插线啊，可是你有看到你们电话没有插线吗？电话是没有线的嘞。电话是没有线的嘞。喂，哎，拍谁拍谁拍谁？靠杯啊，哥今天摔到他 iPhone， 对不起哦，对不起哦，哦，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哦，还还完好无缺。拍谁拍谁？没有线啊，他没有线的。拍谁啊？可其实电话没有线的呢，那你们说电话，他说他会响，然后你说他会响，对不对？他没有那个通话键，他没有那个手握的那个通话的那个，请问一下他是怎样？他是不是他是要怎么接电话？难不成他有人打来是这样接吗？他是想喂，阿北吗？该你丢我椅子是不是？拍谁哦？他是这样接吗？他没有通话键啊，怎么可能发生的事呢？如果今天阿北有打扰到你的话，你可以再想一次吗？好了好了，哥姐走了。哥姐，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小鸡以后开播的话，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哦，哥姐，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小鸡的。YouTube 频道以后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好，你们到这个界面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开启小铃铛，这个小铃铛一开呢，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